果然是要票的呀。Ticket office， 看到了吗？哎呀，从底下看真高啊！刚才那个厕所果然也是收费的呀，投币的才能进去。我现在得找个厕所，赶紧，要不就赶紧回去。哎呀，在这这边有很多人歇息，我也在这歇会儿。我算是坐下了，现在我定一下位，然后回家上个厕所。